右手会把土瓶放在你中间，然后按照一左右一左右，表示9.95重达的是70多吨。那么它的是由基座、柱身和灰质三部分组成的，起开于福建地下山区的船坑里，下达土瓶。那然后咱们呢，你看到面前这个巨大的单体雕塑呢，它是由中国的美学大师韩本林先生设计的九龙，同时呢也象征着中华而至，中国交叉，生生不息。那么咱们这个龙的高度呢是45米，中间那个四头的是8米，高达70多吨。那么它呢是由上海交大成品的有限公司的制作安装的。那么咱这个九龙腾飞的起开于钢结构。10点了，稍等一下，到11点了，还不到11点呢，真回事，10点40个，对，这咱们，那不是咱们，多好，家里干嘛？还菜挺好，下午还捡了两包，晚上都不开了。这玩意儿这是1000多吨呀，太薄了，玻璃钢结构，这么大结构。